OK， 先说新年快乐。那我们这一个农历新年呢，我们要回南部，反正就是到处去玩。回南部我肯定会拍很多影片嘛。那我想说，这些生活影片用一天为一个单位，所以就会有很多支影片。那我想说，我可以做一个全新的背景音乐，然后就放到这些影片里面。反正就是背景音乐嘛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背景音乐贯穿所有的生活影片。你死的！阿妈还是撞我，还有蛋蛋飞走了。是力宝乐园开车时间，嗨起来！吃火锅吃得饱喽。上次我开就只有两个人，这次开结果还是两个人，超少人。看那个赛车座椅坏掉，忽然变很远，然后现在害我手超酸。一开始坐上去是 OK 的，但是我开到一半它忽然坏掉，然后整个椅子变超远，然后我整个就是手超级远这样开车。直接变鲁夫，我直接变鲁夫开车。不用啊，不用关门。我打第二张，我绿豆房卡。噔噔噔噔。酷，来玩玩。关门，这是北七路啊！让我们走。现在没有需要。各种找不到食物。就来吃日式料理，来吃拉面哦！我加拉面，吃拉面。本来来台中要来逢甲夜市，结果下大雨，我们就去吃拉面。